3月21日上午，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来到了 Sydney Park， 这里已经有不少居民领到了树苗。我们刚刚过来，大概等了就5分钟吧，但是看样子现在人多了一点。今天悉尼市政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向 City 市民免费发放树苗的活动，只要向 City Council 缴纳税费的市民，凭驾照或市政缴费通知单，每人可以领取2株树苗。现场还支起了烧烤架，向前来的市民免费供应香肠和热狗。悉尼市政从去年开始组织该项活动，今年是第2年。他们计划至2030年将城市绿植覆盖率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近50%。向市民发放树苗是这项计划中的一部分，用来增加居民住宅区域内的绿植数量。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get people, we're trying to increase our urban forest. So we want to increase canopy cover. So we're trying to encourage people to plant trees in their backyard. 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悉尼市政共准备了21种观赏性树苗，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现场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指导，提供种植建议。Ideally, we do have smaller trees over there, but basically everything here should be grown in the ground rather than in a pot. So for small areas, yes, you can grow them in a pot. You just have to maintain them a little bit easier, a bit better. 今天领了几棵树？今天领2棵，种在家里面。对，他们很喜欢看树。这个树我打算种到我的前院，正好我们刚造了房子 ，Council 需要造一棵树。那么生活在澳洲挺幸福的，直接有 free 的树可以领了。有人满意而归，有人却空手而回。原来悉尼的一些媒体在转发这条消息的时候，由于翻译上的失误，制造出了一个小小的乌龙事件。这次免费送树的消息是发布在悉尼市政的网站上，针对悉尼市政范围的居民，例如 St. Peter's、 Ultimo 等33个区域，而不少从其他区赶来的居民到了活动现场才被告知不能免费领取树苗。不过大家不用失望，类似的活动也将陆续在悉尼的其他区域进行。